我是旺，欢迎来到阿白白传说。那今天呢，我又是在这个画面开场了，因为我家一点都不安全。我们现在又进入这个世界吧，天哪！现在我家，你就可以看到我家头上被开了一个天洞，然后就有僵尸下来，丢了一个天梯，我家就嘎蹦了，耶！那上一集呢，我们就是简单获得了一些小物资，拿到我们 RPG 模组的糯米特符跟糯米特稿啊。既然这个房子被炸成这个样子的话，这边的原木我就顺便带走吧。哦，原木好东西，带走原木，这个家我不要了，我就是暂时的临时小据点而已。那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挖走的吗？我看到那边有木头，挖一下，挖一下。哦，这个糯米特斧挖很快哎。哦，啊，上集我不做糯米特剑。而做这个糯米特斧的原因是因为这糯米特斧它的攻击力有 4.1 耶，哇哦，每秒可以攻击4下，我们就下楼吧，哦，赶快离开这个鬼地方，再见我的小家家，我们不再见了。好的，来到我们这个地下室，刚刚我应该有带床下来吧，哦，很好，有床呢，那先来记个点好了，哦，现在是早上哦，哦，那我们可以上楼看一下。那为什么我还要带这个安山岩花干岩还有散藏岩呢？因为这个东西可以直接做成我们房屋模组的这个压缩石头啊，我们就好好利用一下呗。是不是又有怪物想要挖下来了？好可怕哦！你们可以消停一会儿吗？这真的很可怕，这不是普通的可怕。来来来来来，这样子就通通做成我们的压缩石头咯，又可以回缩成我们的普通石头呢。那汪汪也有在多烧烤了一些石头，希望他们可以派上用场哈。来来来，把他们通通做成压缩石头，方便携带。那也顺便再多烤一点石头好了，来通通拿下去烤。啊，我想来看看这个糯米特稿，它可不可以挖一些东西哈？比如说，啊，红石看起来是可以挖的，那我们有红石了。再接下来就是钻石跟荧光石，我们这一集就可以做出贤者之石来了。先来多收集一点红石吧，啊，红石到时候让我们的贤者之石用变境宝书，如果没有那个 ENC 的那个卡莱恩能量之星的话，也可以直接用红石来做能量来代替哈，所以红石可以多挖一点点。再来就是这个糯米特稿哦，我不确定它是不是可以。哦哦，是我的僵尸哎，对，我死掉了一下。嘿，你好，僵尸汪汪，我们终于又见面了呢。哎哎 ，fuck you，fuc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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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ou。啊，好好，你可以用盾牌挡住哈。哎哎，要求要求，他打人速度有点快哦。我是不是要？哦，我我获得钻石哎，酷啊！那我不用特意去找钻石了。那接下来就是差荧光石了呢。哎，顺便又获得了钻石哎，赶快吃一下这个面包，好吃好吃。好，我吃到面包了。哎，有黑曜石哎。那看一下糯米特稿可不可以挖黑曜石好了，我是不是应该先来做个合成台好了，对，做个合成台来放这边，然后我们做个水桶啊，好，我们来挖挖看我们的黑曜石，看看可不可以挖哦。大哥冷静哦，糯米特稿挖一挖，嗯，看一下哦，有黑曜石吗？哦，黑曜石是可以挖的耶，那我们多挖一点黑曜石来，尽量挖哈。哦，又来了一只，这只可怕的看起来很像虫虫的东西。哦，又获得了钻石了。哦，这样能直接获得钻石真的很爽哎。那我们稍微挖了一点石，稍微烧了一点石头，石头烧一烧，通通做成先把这东西消耗掉好了。哦，通通做成压缩石头。酷炫啊，这个安三年也通通消耗掉，做成很多很多的压缩石头，通通拿去做之后呢，再做个双倍压缩石头。我们现在有双倍压缩石头跟压缩石头了，那就是要来做我们房屋模组的东西嘛，我们就打上小老鼠 PRE， 就来找找看我们的地狱门。哦，地狱门要四个双倍压缩石头，那还要打火机哦。嗯，那我们再来烧一下吧。啊，旁边也有这个安山岩，我们可以顺便挖一下哈，看一下烧的够不够多哦，感觉还要再烧一点点的感觉，来帮我烧多一点点的石头哈，我需要那个地狱门，因为我需要荧光石。我想想看哈，这个沙子先把它打成一个碎石，来来来来来，给我碎石，给我碎石，我要碎石，给我碎石，快给我碎石，一个碎石，有了，有碎石了。
来跟我们的铁做成打火机。现在就是在揣点压缩石头，我们顺便挖一下吧。这个诺米特搞挖得很快，马上就可以挖出一个双倍压缩石头了。大哥，大哥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走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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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，怎么又是你？怎么又是你？哎，我还好，这个斧头攻击速度够快。两只好多只哦，好多钻石，满天的钻石啊！钻石一直往下掉，但是这个洞先堵起来。哦，真是的，又获得了一个鞋子，太好了啊！我的护甲值又上升了，那这个皮鞋就丢到箱子里面，我不需要了。还有什么东西吗？该烧好了吧？给我多一点点的石头，我只是想做一个地狱门，怎么那么困难？看一下咱们够不够多，看起来还是不够多，还需要多一点，还需要多一点啊啊！来挖，继续挖，一直挖。不对，我安三年才有用，安三年才有用。有了，所有材料都有，赶快做出来，这边越来越危险了。地狱门，该把地狱门放在哪里呢？这里好了啊！来，不用预览了，直接建造了。呜呼，地狱门出来吧！有地狱门啦，有地狱门之后我们可以干嘛？哦，这边有荧光石嘛，赶快来挖一下。这边的岩浆好可怕哦，我先把这边的岩浆给堵掉好了。我要怎么样才会不作死呢？啊，这样子直接铺下来应该就没事了吧？酷，荧光石好多。怎么又是你啊？怎么又是你？走开，走开！我钻石够多了，不要再给我钻石啦！哦，还好，刚已经把岩浆弄掉了。你好。我要走位，啊！砍死你！获得枪枪，这个枪枪，但是我没有实质子弹。顺便挖到了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卢比矿，感觉很酷哦。又是一些 RPG 模组的矿石呢。先把这个石油给堵起来，感觉我会被它烫到之类的。好，安全第一哈。来，主要是先挖这个该死的，好多好多荧光粉。好爽，太爽了，太过瘾了。那接下来就深呼吸。这卢比矿我可以挖吗？我可以挖，太好了。那更多黄金，更多的铁哦。顺便挖一下好了，这些东西都是那个 ENC 好东西，好东西。我现在 ENC 重打过一遍了，我要好好的收集这些东西。又是细矿的呢。细矿顺便收集一下好了，之后可能会用到。好刺激，好刺激，好刺激。这是什么东西？盐矿。这是盐巴吗？好吃吗？是，你好。这个斧头打人真的很快呀，好用太好用了吧？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？紫色微光蘑菇波泰尼亚的东西，是不是有人射箭过来啊？好啦，那这地狱门就不干我的事啦，我想要的东西我已经获得了嘛。来看一下哈。打上我们的 PRO， 我的贤者之石在哪里？贤者，贤者之石有了。够多吗？我没有看合成台，我真蠢。好，做出来了 ，yes。接下来再记得围上一圈石头，应该就可以做出。不行，要普通石头是不是？那我就对，炼金术自由这个成就我们看过了，有啦，普通的石头就可以做出我们等价交换扩充的。不是这样做吗？转化桌是用石头跟黑曜石吗？那接下来等价交换扩充这个比较便宜的石头是石砖哦。原来只是石砖而已啊。来做出石砖来，然后就可以做出我们这个东西咯，转化桌出来了呢。赶快把东西丢进去记录一下。看一下哈，石头不要，这个黑曜石也不要，记录，通通记录。多拿一点木材哈。煤炭记录，木棒记录，黄金记录，钻石也都记录。该记录的东西都记录好了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炉饼锭可以做什么用哈。它可以做暗影锭，但是我们还缺一个阿米勒锭啊，上一集被我挖掉了。那它的铲子它攻击力比较高还可以做这个盾牌，但是这个盾牌需要暗影锭，我们也有。这个炉饼锭好，它的攻击力好高哦。先来看一下齁，感觉这是更好的稿子。全套的话可以防近战伤和 85%。 哇，这件衣服也太好了吧。好，慢慢的看齁。那些什么子弹声音我们先不要鸟它，我们要先看一下我们眼前的事物。要不要先来做一个卢比特套装啊？这个卢比斧攻击速度也很快我们来做一个卢比斧好了，多拿一点卢比特定出来。我现在可以拿64个好爽啊，我还缺木棒是不是？刚刚要把木棒丢进去那我们就来制作一下。
这个卢比特全套吧，这个卢比特全套感觉很好用哈，全身上下防护 85%， 这个很好欸。那再做个裤子跟鞋子啊，那这个身上的衣服我们就不要了，穿上来哦，满装的，哎哎哎，你打我不痛了，来啊，来揍我啊，来啊，哦，好爽哦，又有钻石，又有更多的这个 ENC 了啊，先把门通送回去哈。那接下来再来把他们卢比特的全套武器都做出来好了，来拿好多好多的面包。那我们就先做出卢比特的一些基本工具好了，延伸的那些武器我们先不做哦。没想到我这边开局会先玩 RPG 模组耶， RPG 模组的装备好棒哦。那这个箱子里面的东西我也就可以，不对，我没有把那个转化桌带上来，我真蠢，这转化桌一定要带啊！来，小僵尸，你想射我吗？来啊，射我啊！看看你的能耐如何啊，好痒啊，砍爆你。来来来，这东西挖走，合成台也挖走，这个铀矿可以顺便挖一下吧。哦，酷耶，哦，好快哦，这卢比特搞，不对对对，这是卢比搞，这不是卢比特，这卢比搞挖好快哦。那我们再多挖一点黑曜石啊，不对，我现在有这东西，我不需要黑曜石了。嗯，看一下还有什么东西需要的。哎，你好啊，洞穴爬行者，你很乖，你要再给我一点东西吗？啊，卢比定，这个骨块也可以顺便挖一下，我缺骨粉哈。哎呦，有地狱，有这个骨粉，还有这个这个地狱石，还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吗？岩浆水啊，不对，这个岩浆块也可以顺便挖一下。该拿的东西都拿到了哈，好，这地板也挖一下好了。OK， 那就确定有把十字转化桌带上了，那我们就。啊，上楼吧！啊，现在即使夜晚出去，我感觉我也不怕受到伤害了呢。哎呀，箱子里面的东西也都通通回收一下，通通丢到我们的十字转化桌里面，通通溜进去，耶、yeah! ，好爽哦！大型背包，看看这只可爱的苦力怕，揍死你，揍死你！哇哦，是大闸蟹，好吃，好吃哦，不痛痛了，来揍我，快揍我！这卢比套装太强了啊，获得螃蟹之爪了，那我们就。继续前进吧，看看这附近有什么玩意啊！好多这个火焰，我们看看我们可以干嘛？波泰尼亚的东西先不用收集，接下来就是想办法上到楼上去了。那我们再想办法来去获得更多出街可以获得 ENC 的方法吧。哦，有 ENC 之后马上就把神装做出来了，太赞了！那今天就这个样子，先解决他再说。来打你，揍你，揍你！不要爆炸，不要爆炸！啊，好吧，那就这个样子吧。今天就这个样子，感谢各位收看，拜拜！订阅汪汪，大赞汪汪，捅爆铃铛，真是汪汪，觉得香香，记得分享，协助汪汪，逐渐补汤。